如果你们不理会他这些话，打算放我走，如果你们这时候对我说，苏格拉底，这次我们就放过你，不管阿里图斯说的那些话了。不过以后你不能再那样的思考和质询其他人。如果你再这么做，你就去死吧。如果这是你们放过我的条件，我会回答说：雅典人，我爱你们，我尊重你们，但我宁愿遵循神意而不是你们的意思。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，我永远不会停止哲学思考和哲学教育。我会用我的方式，劝诫任何一个我见到的人，让他得到信仰。我会对他说：“啊，我的朋友，你是伟大的、强盛的、富有智慧的雅典城邦的公民，你怎么能够让自己那么在意积累金钱、荣誉、名声这种东西呢？而对于智慧、对于真理、对于你自己灵魂的完善，好像你都很少想到过。你不会因此觉得惭愧吗？”如果这个人回答说："不，我也很在意你说的那些事，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过他的，我不会那么就放过他的，我会询问他，检验他，尽看透他。如果我认为他没有什么美德，而只是自称他有，我会责怪他贬低了生命中伟大的部分。"而高估了无价值的东西，我会这样对待任何一个我见到的人，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，同胞还是异乡人。但首先是我们的雅典市民，因为他们是我的兄弟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！我要告诉你们，而且我，确信，在这个